我是繁星的影分身没错啊。笑死！阿基出来！不要！没看到他、啊。哦不！变了。阿基，你是躲在女厕啊？我躲在、欸、那个里面。那个里面，你说那个吗？在哪？但我不想卖掉你。但是我们要投了哈基才可以赢啊，反正我觉得现在是逆转机会了。到下一次啊，现在已经很明朗了。我先我都在远处呢。快跑，活下去活下去，我们要活下去。哎呦，哇，在下面的会不会是哈基？他好透明哦！哎、欸，你不用怕他们啊，你干嘛跑？对啊，他有框的话还是要跑吧？不用不用跑啊，砍不死啊！他晚上又不会死，打不死啊！他打不死啊！他都是打不死的西瓜、啊。他白天要躲，躲大佑，砍着我，大佑，打不死的呱呱。欸、对，这四个我真的很好奇 CP 怎么搭呀，好好奇哦、喔欸。对耶，好好奇哦、喔，怎么办？阿基，我在你隔壁，快点。但是你够好奇的，在哪里？小心，小心。这个，那个，二零繁星。繁星是坏人，繁星是坏人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是他。啊！等下你要记住一件事。啊！我们跑，我们只要那个白下一个白天再把那个怨灵给刀了就可以了。哎，不是、不会啊，不是刀怨灵，这样就游戏结束吧？这样也结束？没有吧？没有啊，不一定，怨灵跟狼在还会继续啊？哦，对，不一定吧？阿进，你是不是 CP？ 等下是怨灵跟狼还？没有，剩怨灵跟狼还会继续活着。可是刚刚反向是怨灵哎。不是我忍者，他是忍者啦。反正不管怎样，二零冷静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是 winner。二零你好混乱。你看，没事，我先发光。他在哪里？哎呦，我也是很混乱。他没看到哎。那个女的那个头上哦，又在女的头上。那你爬上去，我在下面等。好。你爬上去再用发光，他准备跳了。哎、欸，你用一下发光。他跳了。哈尼，你要小心一点哦，他很坏哦，哈尼。哈尼，哈尼，你上面那个叫做什么？二零，你在砍谁？二零，你在砍谁？二零，你要喊出来啊！他是谁？不是，马来西亚话怎么说？二零，你怎么输啦？完了，你再爬一次。我会在下面切西瓜的。现在是永久发光哦。切。哎呦，你把它打下来。来了。臭！哎呀！臭男人，我来帮你砍他，你怎么跑掉了？西瓜，留在最后吃。臭男人，好爽啊！迪叔，哎，波波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你说，迪叔乱赌，卢米太会演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太好骗了，你好骗，你好可怕。迪叔，你太棒了！你为什么一直想要杀我？我要给你装备，我要让你当看看。没有，这就是你坏，对不对？还想吓人？你坏，你还把我的歌骗走了。对，还骗歌，哎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！我晚上突然在旁边，我穿装备，我赶快唱歌，赶快跑走。我只是想给你们装备。这一场，我又是那个啦，我又是 CP。我是丘比特，想说再选一下繁星不好，而且我又是狼，我就直接哎呀来一个狼恋爱，
双狼啊，对，可是也是一个赌，因为就是有之中可能会有诈欺师，我就想说不管怎样我绝对不会选 BOB 哦。啊，另一个是 Lumi 我也选不下去，还是200好了。问号早知道你选我真是棒哇，预言家好难过。哈哈哈你知道我在包夹哎、欸，我第一晚底下有两只狼，然后隔天晚上是左边右边都有一只狼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直接哭爆！我就在下面接你啊。谁啊？哇，这个真是棒啊！可以自选那个狼 CP 真的是很强，就直接狼狼 CP 了。超强的。来喽，再来喽。好。CP 各种得逞啊！啊！我先说我是忍者，我是忍者。安安、啊啊、你，我是忍者，我们都是你的影分身呐、啊。对，我们都是。我以为你啊，就有一个人是大蛇丸。刚刚的巧克力是大蛇丸啊！我的天哪，哎呦喂！我哪有人这么好？哎、欸欸、有 bug 啊！我的车跑出来了。我出轨了！你出轨了！出轨了！这样，天哪！我真的是好人啊！为什么出轨？哦，奈安姐，因为我第一天选择繁星，第二天选择二零吗？啊，你怎么又撞到头了？哎，为什么他会一直出轨啦？为什么坏掉了啦？也跟太多人了。不行，你们上面怎么了？你们害我车出轨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一直下去？我觉得他是怪怪的。你是不是害我出轨？我是那个出轨哦，我车子啊，车子一直跑出轨，车子真的出轨，你的气门坏掉了。切切，上面很多人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哎、欸，你们上面的，我在这。上面是一只狼跟一只怨灵啊，真假的？啊！你刚刚谁在你旁边？哈基，我刚刚没注意看，我一直看你。你不要一直看我啦！我的，那个，那就是有事没事查波波 ，B O B O 是狼，我是预言家。好，是我才是预言家哎、欸。你哦，哎，哈基，哈基，你还在那里吗？哈基，没了，我刚隐形跑掉了。嗯、啊，你看大家他们是三只狼在下面。哎呦，没有。没有，哪有？哪有？还有一个怨灵在那里，狼。你们要看一下那怨灵、啊，一个狼跟一个怨灵哦。耶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谁在下面那个说谎是谁？我吗？我是披着羊皮的羊，披着羊皮的羊。Lumi 是怨灵 ，Lumi 已经死了。欸团团，你是还不是、啊？我刚刚看 Lumi 被打，为什么他没有死？欸、他。那个 ，biu biu 是狼，我刚查了 ，biu biu 吗？就不是啊，杰克过来一下。啊，你不是你打我干嘛？你他干嘛？你打我，往屋里操作你哦。为什么杰克打屋里操作？被牛毒死了。我刚刚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在那边，那个白天之前哈，所以女巫是谁？是团团吗？我啦，团团吗？好 ，OK，我刚刚有看到啦，杰克。啊 ，biu biu 不见了！你要知道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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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说了什么 ？biu biu 说他晚上在刀 Lumi， 然后他说他是怨灵。快死我！他想踩死你！凡心，不要走！快死了！有人是 biu biu 死，是 biu biu 死，是 biu biu 没事，活下去！我被他打死了！你跑！又活下来了！小心哦，还有怨灵哦。黎叔是不是你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在那个女人头上。女人头上，又是女人头上，是不是？欸，对，看得到黎叔，看得到黎叔。欸，那你可以再看我一下吗？那好。那黎叔，你觉得谁是怨灵？我觉得。嗯，不知道，真的是太受欢迎了吧！我的天，是不是200？我的天，200都不怎么讲话，没看到。200，我可以查你吗？200，啊，可以啊，证明我清白。啊，团长看到我哈，我有啦。20是狼人，证明我的清白，证明我的清白，证明我的清白。飘到了，这是谁？小雨，小雨是狼，
我是隐形在他后面，我用人数隐形在后面。哈基是好人，哈基真的是好人，所以是小雨。是我们是不是还没抓怨灵啊？还是怨灵死了？怨灵应该还活着。对啊，那这样的哦。可是你们之中有 CP， 你们也很可怕。小雨是什么？哎 ，CP。没关系，提出这里，小雨刚刚在这。小雨在哪？他想要上岸。我找不到小玉啊！我也找不到他哎、欸！迪叔，你这个臭 CP！ 迪叔跟小雨是 CP！ 假的，迪叔帮小雨哦。对，好凶啊！但你们记得二零也是狼。那你们要确认那个怨灵。走开啦！二零就是最后一狼喽。对，在这之前，哎、欸，我一刀，对啦，可恶啊，那就没事啦，繁星，在下水道游泳啊，那就没事啊，一个秒差，哎呀，游戏好难玩啊，哎、欸，那个底下是。这个底下有点危险啊！哎呦，好恐怖！没事啊，这底下就200啊。好吧，反正 CP 抓出来了，我们就不怕了。没有错的。而且我刚还叫迪叔跟我走，然后他就不来票了。我还想说，有可能是团团哈记。没有啊，因为你读杰克其实读错了。你读错了，假的。对。哦，是哦，哎，哈基，我要探沟，没关系，至少他在上面，我上去，你在楼下等，你又在楼下等，你们有事，互换了，我会跳到炸虾上，我有点迷路，你去炸虾，来呀，我上不去，对啊，二零我来了，二零不用怕。2045啊，我 CP 啊，你忘了吗？那没死我啊，你不要忘记我。你是谁？他忘了。他要准备下去。他跟我拼了！团团，你可以上来吗？我打不下去。好像有点难。没关系，你就在上面，不要掉下去就好。没关系，你是女巫，你不会输给他。这是一个赌注，赌注下啦！我觉得这个赌注也不错啦，赌注 battle 二零零，二零零可以的，二零零不要走了，好，呀，团，这个是人鱼哦，我人鱼啊，反正你刚真的差一点血哦，然后刚被你赌了之后，二零很傻眼。怎么把我挡到，好爽哦！超毒！不是啊，杰克你太凶了，我只是稍微怀疑你，你就要拿刀准备打我，那我一看就觉得你是狼、啊。可是我接近你啊，只是你说我过去，我说哦好过去。他没有砍下去，而且这一场我两次跟那个狼对赌都赌赢了，好爽啊！哦，赌赢小雨又赌零二零零，好讨厌哦！迪叔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迪叔。没有，我就要保护一下嘛。对，所以可是被我选择的诈欺师。那小雨，你是不是不想选择 B O B 哦？就这个嘛，不好说，我怕死太早了。然后又想说200上一场 C P 过，所以才选另一个，对不对？我考虑了一下，选迪叔好了。迪叔还在上面说：“巧克力，看我，我是好人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好，跟我走去票他。”他是好人啊，他是好人啊。可恶，臭 CP！ 太难了，我到好人，非常超狂运。而且第一天其实不晓得要查谁，就想说啊，那就 B O B 好了，随便查、啊，随便查，那个哪是随便查，随机的啊，有。来，那接下来刺激一点哦。道具模式。好。现在呢，它道具模式也有改，就是白天跟晚上那个点位都会重置。哦。哦，白天晚上。对，所以不会说你拿了有没有，你就要等到下一天。它白天晚上都会重置，晚上可以再拿一波。
对，因为过往那个玻璃现在也都比较难拿到啊，几乎改了之后都还没有人收集到，那现在应该比较有机会咯。好，对，所以道具可以好好收收，那一样还是有 CP 哦，要小心呢。好，愿你。那我们来雪地啊。好啊，好，对哦，怨灵只要合出来就直接赢哦，你就赢了。啊，好人的话合出，你要在怨灵死后才可以合，因为你合出来是狼都灭了。嗯，对，嗯，所以你要确保怨灵 out 啊，狼的话就没差，因为你合出来，就算怨灵还在，就换你们去砍他，人都会直接死。温开水。OK， 那就雪地走起。就关键就是人类啊，人类要确保怨灵走了才可以喝。嗯，好。怨灵到场的时候，他可以隐形到处双双收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怨灵狼都可以双双收。